甘地如众生，迷信者，迷魂迷惑，即有普降。佛所说法，一相一味，三性众生，随分受用。人人都有一片的心地，也咱的心地呢？那无有水分啊，都亲像咱大地干旱同款。大地若干旱啊，就是啊，种子落地嘛是无法度。不易啊，所以这个所在讲，甘地如众生，迷信者，因为众生心地大啦，伊就是无接受到法水，是法水无来滋润伊呢。或者是心地无接受到法水啊，这咱爱用心去考虑吼。接落来再讲，灭魂灭佛，即无普降。这外面啊，天空。已经魂拢接我来了，魂啊接我来，那就是雾，落落来，落雨啦，就亲像咱的心地，虽然真干旱啊，但是那有迄个因缘呐。有蜜魂来密布啦，自然啦就落雨啦。佛所说法啦，一相一味，一旦因缘汇合来，那就是佛应世人间。啊，应世在人间呐，人间呢，嘛都爱依佛有缘呐。才有法度听到佛来说法，一个真简单的譬如，九万人的小城市啦，才有三分之一与佛有缘，因缘成熟，见到佛，听到佛啦。另外三万人。有听到讲有一尊佛啦，来到这个城里，另外三万人呢，不只是无看到，连听到都无听到啊，亲像安尼，这爱讲因缘呐，所以佛所说的法，一相一味。其实佛伫咧说法，无有经人啊，任何人都会当来听。个人所听的法，个人会当接受。三性众生呐，随分受轮，迄、那个法拢共款，但是呢？三种修行者，佛陀在咧讲法，哪怕是讲菩萨法啦，声闻在旁边听到，伊所听的呢，那就是将佛声入耳啊。佛陀讲到爱持戒，是啊，爱持戒，持戒啊，就是。防非之恶，因为苦集灭道是来自于呢
攀岩啦、一心念错啦，自然的烦恼无明多。所以佛陀虽然讲菩萨法，布施乞丐，布施好像不是唯一讲的，但是呢，乞丐声闻呢，受阿弥的法啦，宏慧之恶，弃敌烦恼，也那是演讲，听到呢，那一感觉，那就是精进呐，因为人生无常啊，一切因缘生，一切因缘灭啊。我爱将这个道理深入，所以演讲啊，所听到的，就是这个精进是以最受用啊。亚那菩萨听到呢，从布施、乞丐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六法啊，六波罗蜜，菩萨呢全盘通修了啦。这是修行一条的空中大路。菩萨听到，欢喜啦，顿悟啦，发心啊，发大宏愿，这呢是三性众性，众就是诶，迄个精进，性就是灵性吼，诶坚定，众性就是灵性。这个性的坚定的精致啦，那么有法呢，有当着法，自然呢伊会当成长真紧吼。这就是三性众性吼。那随着因呢众性根基随分受润，所以咱到底呢？是要修什么款的法啦？希望咱会当将咱这个心田好好经营啊，等待这个雨水。咱要该压什么种子呀？你是要布水稻呢，或者是要种黄豆啦？或者是呢，要种其他菜瓜布啊，都可以呀、啊。也咱家己选咱想要爱的种子，但是佛陀呢，来经营众生的心地，是希望众生大利益，每一粒种子都绵绵不断大利益。一切众生，啊，众生拢是爱把握因缘呐、啊。有了因缘呐、啊，自然呐、啊，都得到好的因缘。虽然种子埋伫土脚，无管伊偌深呐，无管讲过去的烦恼偌尼多啦，总有一天。将烦恼弃敌啦，自然，咱破开了烦恼啊，进入现前。总是呢，咱伫咧修行的过程，那就是爱结好因缘，也那无佛陀呢，为什么来来回回啊，入人群中呢，伫咧造福缘呐？在人群中呢，取得了人间的智慧啊！这呢，就是佛陀福慧双修啊。正面的经文讲：山河险阔，油翠所生啊，
灰木玉草大笑祖师碧国妙家甘蔗葡萄物质所论啊无不红酒，这已经呢就讲起了，只要是落一个雨都真普遍啊，搁较深的地方，同款也会当受到雾的润湿吼，就亲像咱众生啊，这种深埋着咱的真如本性。只爱呢，有法有滋润呐，自然，咱这真心的真如本性，嘛会慢慢的滋长起来。这咱昨讲过去，下面接落来呢，就讲甘地普及，欲木并茂，积分所出。一米之水，草木丛林，随风受润，吼，甘地普及，意思就是讲，干旱的土地啦，一个雨露呢，哦，拢总真普遍啦，水都安尼平平安尼，拢总。悄悄都担心啊，吼啊，真丰富啦！那譬如啦，法务普施吼，那微信、灵性。就是安尼破事呀，也未信呢，可以会当信用。这种迷信的人，是因为呢迷闻不信体理，也未听到的。一人，或者是听到呢，也无相信的人，也未听到，当然都未生信心啦。或者是听到了后呢，这个真心的道理呢，伊也阁无有坚定的信心。安尼的人心地啦，都是甘，犹如甘地未受滋润，不长加苗，不受水分的滋润，啊，经济阁较好呢，有土地，有阳光。但是欠水分呐、啊，也是生长袂起来吼、哦，就譬如甘地吼、哦，发水侵蚀入地啦，如众生欲吸受法吼，而未以如来发流水集合，名为甘地。金王法轮呐、啊，亦普及。譬如讲，声闻缘觉，一直呢修持我家己听法，我弃除烦恼，我独善其身，啊，就是一直呢修持这个所在，所以也未到佛如来这个佛。交流起来吼，发的水啦，也未交接起来，真真正正心灵佛陀大乘实法，这个转流啦，也未交接吼，所以名为甘地吼。那么现在呢，金王法轮呐，也普及吼那。已经发水开始呢，落啦，去润湿，
需要的耕地吼，所耕种的土地，那是安尼。欲木定木吼，根基受润，如木定木。只要有水啦，根基受润，不管是大小型的根基啦，拢总受润，都亲像玉草甲大小的树木吼，有了水呢，都病毛都安尼无生起来了。这呢，譬如啦。其心者令得静中立静，就是有三性种性吼。那这三性修三性法的人，那慢慢都静中起来啦。因为根呐慢慢静中吼，哈性闻性的人听这个话啦。开始呢，了解啦，唔是独善其身啦，爱国在兼利他人，因果也如此哦。那菩萨呢，更坚定信心，发弘誓愿立灵根呐。所以呢，这成长已经不断不断呢，成长立正。令得成就三性菩提花果吼，愈来愈成长啊，到个因所得安定的智慧吼，那积分所出一米之水吼。这就是啊，搁在伫咧恢复，恢复表示吼，灵论之法物无差，不断咧甲咱讲，讲吼，所有的法物啦，其实是一面一相啊，普天感悟，拢是共款一相，共款一面吼。法是平等啊，如污水共款，积分所出吼，就是回复讲，分的譬如佛的应心，多一个所在有因缘呐，佛的应心呢，因缘成熟吼，那应心都亲像分。真侪的这个气流合会的时啦，条件有够自然啦，这个魂呐都密集啦，这魂呐出来开始就是落雨，一面之水啊，如来一面利益众生，更无别念吼。如魂属物，最无别味呀、啊！如来以所说的法，那就是亲像一性一面，都亲像一性法啦、啊。一性哦，实相的法哦啊，来利益人生，更无别念。这就是佛陀以心所怀。佛陀的心怀啦，慈悲心念呢，五万众生人人呢，得到同款的法啦，会当依佛同等的境界，这是如来呢一面
一心利益众生啊，更无别念，就是希望会当滋润众生干枯掉的心地吼，互人人心地呢有充分的发水，会当成长咱人人具有的精致吼，如云似雾，最无别味呀。那么，亲像云呐，开始都落雨了，水拢同款，上也同款，只是大地呢，草有草的上，木有木的上，草有无限量的草上，木有无限量的木上，吼。那这各有上的丛林的内底，但是呢，佛的法啊，就是同款，就是密云降雾啦，就是应心说法啦。草木丛林随风受润，那众生呢？会烦恼无明啊，就亲像大地呢，这草木种上实在是真多吼。那，但是雾一落落来啦，随分受润，不管什么款的物件，或者是呢五谷杂粮啊，所有的苗家呢，拢总会当得到滋润，这些。在咧赞赏吼，众生听法，随机受益啦。咱众生的根基，偌呢大的根基，咱都接受偌大的法。小根基呢，当然啦，所接受的呢是小乘法，这是随咱家己的根基啦，去接受佛陀呢无限量的大法吼，水迷水一啊，日自初木受轮不同。水的味呢，虽然是一行，却是呢，在草木啦所受的呢，迄、那个量啊，都无同啦。发迷水一啊，日自君。气得意不同，法面虽然是同款啊，但是呢，看咱的根基大小啦，啊，咱的器材偌大啦，细底杯啊，底下新河水，啊，就是细底杯啊的水量嘛，也那是用大缸啊，那所。地的雨水，那都是大量咯，所以要看咱家己本身呐。啊，搁接来这段文呢，就一切诸事上中下等，清其大小，各得成长吼。那这都是已经呢，甲咱表明了并论成长吼。那咱禀受着偌多的物件，偌多的法，禀受偌多啦，那咱都得偌多的成长啦。所以一切诸事啦，以类列之吼，那各行各类的物件呢，接受着这个污水啊，就是随意的种性。来接受吼，但分大小，欲其众多吼，所以叫做诸事吼。也若要讲根基啊，实在是足多啦。有呢，就是干那一行一相一味，只是呢，咱有大小根基啊，根基呢是单纯或者是复杂，
是无明，或者是善念等等啦，众生根基众多啊，所以叫做诸事吼上中下等啦，这呢就是表明了三草有三性吼。那就是譬如三性，三种草就是三性，拢是初基吼，开始初发心嘛。这个三性吼，上中下三性哦，有诶呢，大基、大根基的声闻呐，那可以有机会呢，伊就真紧啊，顿教发心，就成菩萨。唔免阁经过严格啦，啊，即爱看因的根基，也那是呢，根基也阁少，都是亲像草共款吼，啊，所以譬如呢，小根基渐高，即三性就是亲像草啦，轻基大小，譬如呢，渐钝。大小菩萨，渐就是慢慢啊来，慢慢啊来呢，就亲像细樟树啊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大樟草吼，那这种慢慢来啦，但慢慢来呢，那嘛会大樟啦，啊，钝呢就是大树吼，那了解了后，接受了大法呢。大树地当然披荫大地吼，啊，这就是大树。所以呢，不管是草啊、树啊，随因的根基，譬如呢，咱伫咧修行者呢，接受法啊，个人的感受无同，啊，因为感受无同呢，那就是发心也无同啦。那发心无同呢？咱的行动啦，当然都无同。有的人是慢慢啊来，真宽松啦，无想讲吼，人生无常，那是大根大基啦，这叫做顿教，会当呢真紧成长。所以呢，各得成长，各随其性，性性中育吼，那真紧呢都会当滋润啦。是啊，咱学佛就是爱用安尼的心，咱爱把握当下啦。咱的根基是要大要小呢，是咱家己啦。但是爱知影，佛陀给咱的法呢，是一相一味，只是随咱家己的根基来接受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